实系咁，佢话有咩可以做？有好多嘢可以做。我话俾你听，佢有好多嘢可以做，但系佢话做呢啲嘢，市民支唔支持啊？呢个就系问题啦，即系咁样系。呢个就系问题啦。初初你既然系一个新嘅主意讲出嚟咧，就当然系多数人都反对嘅。呢一个系。你哋要敢夠膽堅決做落去咧，慢慢咧啲人就會支持噶啦。即係攞翻啲堅持出嚟。係啦，你要堅持，因為咧，全世界都話係呢個太陽繞住地球轉，第一個話係地球繞住太陽轉嗰、那個，一定俾人用石頭掟死啦。但係結果慢慢咪全世界都相信，其實係地球轉繞住太陽轉咯，即係咁樣係。我哋而家就要求佢行多少少啫嘛，即係咁樣係，即係喺呢個抗爭路線嚟講就係如此，即係咁樣係。嗯，即係只要方向啱啦，就團結一致啦。係啦，我哋只要做啊，你要打開個風氣啊嘛，慢慢人哋覺得咁有咩問題先得嘅，咁樣冇問題。嗯，即係話而家大家都可以接受社民連，如果老實講，只要有十幾個議員，唔需要有23個，有十幾個議員係好似學社民連咁樣樣。特區政府就一定在重要問題上要讓步的，因為呢他的會議呢，即是那個會議會呢，就不能正常操作的，不能正常操作的，就是他怎樣都要讓一點點步給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原則落完，完全循規蹈矩呢，結果是什麼都爭取不到，即係要加多啲議席俾社民連入。如果社民連有十幾席啊，即係話好似社民連咁嘅人有十幾席，都唔好講話而家泛民有23席。嗯